主席、诸位同仁，大家好。本院亲民党党团临时提案，有鉴于国内食衣住行各类产品屡有发生残留有害人体健康之添加物事件，严重影响国人健康及消费者信心，行政机关应该有必要加强对各类产品的抽验频率以及管控机制，避免少数个案影响到了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台湾产品的国际形象。此外，亦建请行政机关应立即着手研拟国家代位求偿以及集体诉讼机制，凡消费者因购买产品含有不良添加物导致危害人体健康时，应由国家代位先行赔偿消费者健康及财务损失，再转由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法律扶助基金会等行政机关协助相关受害人进行集体诉讼，向有关厂商索取国家先行代偿的损失。以上是建议，是否有当，敬请公决。